好啊。一号床的夏朗朗，全宿舍唯一分不清楚口红色号的人。准备好了吗？这是我们5438宿舍，这就是我们宿舍三号床的黄淑敏，一眼看过去他就是个傻白甜。大家好，我是樊乔宇，好看的皮囊我已经有了。这是我们四号床的大姐杨佳倩。哎呦，哎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明天必须交作业，每个人给我撂到一个。渣男，我感觉我从高中开始就自带渣男体质。黄甫同学提到了一个年年必考的大题，选 B。 宝贝，我给你买的包包喜欢吗？果然是渣男。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鉴别渣男，以下三句话哪一句话是渣男说出来的？ A， 我们杀拼吧雌妹，同生共死，为民见渣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是他。祝福我们吧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历史性的一刻，走！睁开你的慧眼，我们想象一下，一大波新鲜出炉，造起来。